陕西意外挖出袁天罡墓，历经1400年，至今无人敢当。当专家看到墓中景象后惊呼，这才是真正的神仙。专家在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？为何会这样说？而在他墓穴百米处，更是有与他齐名的李淳风墓，但两人死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，一个破旧不堪，另一个却完好无损。更有村民还调侃，袁天罡才是真正的强者，为何他们的遭遇相差甚远？1979年秋季，山西省姚店镇两位村民正在收粮食，但当两人干得起劲时，却发生了离奇的一幕。村民一锄头下去，地面竟出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，向内望去，一眼看不到底。由于地处陕西，村民也经常观看考古类节目，两人心中暗想，这该不会是挖到古墓了吧？他们顿时好奇心大起，想要进去查看一番，如果能捞到值钱的东西，那也不算是白来。所以二人便顺着黑洞向里走去，但周围一片漆黑，为了能更好地看清洞内的情况，二人点亮了手中的火把。但是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，下一秒手中的火把就突然熄灭了，这可把他们吓得够呛。紧接着二人感到自己好像是被人锁喉了一样，无法呼吸，就连腿脚也有些不听使唤。见此情景，二人急中生智，赶紧用提前准备好的湿毛巾捂住口鼻，掉头就朝洞口跑去。好在有惊无险，二人成功逃离了此处，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隔天此事便在村中传开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变得更加邪乎。为尽快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村长给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打去了电话。得知消息的文物保护部门赶忙组织了一支考古队，连夜前往此地。在村民的带领下，他们见到了传言中墓葬的洞口。经过考古人员的初步勘测，发现此处确实是一座墓葬，并且规模不小，而且位置十分隐蔽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出，这该不会是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穴吧？村民此话一出，可给专家激动坏了。按史料记载，袁天罡给自己选的墓葬就在此处周围。想到此，专家心中早已激动不已。袁天罡我们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一代唐朝风水大师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，名气都很大。袁天罡最为出名的事情就是为武则天算过命。隋唐大业年间，袁天罡来到了洛阳发展，当时的他就已经给许多王侯将相算过命，也正如他所说的，那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功臣。这天袁天罡来到了武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了武则天母亲的面容，慌忙说道，您一定是生了贵子。随后袁天罡先是看了武则天的哥哥，直言他们今后定会位居三品，而武则天的姐姐武顺也会大富大贵，将来定能嫁一个好人家。紧接着袁天罡看到了吴母怀中抱着的孩童，更是直言这孩子一脸贵相，只可惜是个男娃，如果是一个女娃，日后定会成为天下之主。对于袁天罡所说的这番话，武家人并没有当真，因为他怀中抱着的是男是女都看不出来，又何谈给人看相呢？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袁天罡说预言的事情到后来都一一应验了，武则天竟真的成了皇帝。然而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，现场却出现了诡异的一幕。陕西发现袁天罡墓，墓地坐北朝南，像一顶王冠，墓中暗藏神秘机关，迄今为止无人敢到。当专家发掘后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他的认知。为探明此处究竟是不是袁天罡的墓葬，专家对墓葬展开了发掘。在南侧的角落内，一块完整的石碑吸引了专家注意，由于墓葬内过于昏暗，只能将石碑移除再行研读。就这样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石碑被转移至考古实验室内，专家用小刷子将上层淤泥扫除，在清水的冲洗下，石碑上所记载的内容清晰呈现在众人眼前。经过专家解读，证实了此处就是唐朝知名占卜大师袁天罡的墓葬。作为隋末唐初的玄学家，他最拿手的功夫就是夜观天象，这也与他幼年的经历离不开关系。袁天罡从小家境贫苦，父母也相继去世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。可袁天罡从小就喜欢读书，但他的家庭情况并不允许，所以袁天罡只好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，那便是他最喜欢的兴趣点玄学。袁天罡整日整夜的钻研，凭借着天赋与勤奋，年纪轻轻的袁天罡一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相术师。隋朝时期他入朝为官，唐朝时期被任命为蜀郡我井县县令，但相比于他的升官之路，他在玄学上的造诣更为出名。大唐时期有三位官，他们都让袁天罡给自己看过相，并且十分准。公元前626年，唐太宗李世民登上帝位后，从三人口中得知袁天罡是一位奇才，便将其揽入皇宫为职。袁天罡的名望是很
高的，推算的精准程度震惊了李世民。有一次，李世民问袁天罡：“我大唐的国运如何？又是否能长久繁荣？”袁天罡听后并没有直面回答，而是模棱两可地给了一个答案。在此期间，袁天罡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友，那就是李淳风，两人一同编写了一部名为《推背图》。这本书讲述了唐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，一度推算到了2000年之后，并且预算的精准程度令人惊叹。此书一共60幅画像，每一幅图都预言了一个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，并且此书不是杜撰而来，是两人根据《周易》所推断的。在《推背图》第36项上记述了这样一段话：千千女子赤手御敌，不分福祸，灯光蔽日。所处时间是1860年，此时正是一代妖后慈禧当政，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惊奇。当然了，作为唐代最出名的大师，甚至在挑选墓地的时候都选在了一起，但两人死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。明明墓穴仅相隔几百米，李淳风的墓却早已面目全非，为何他们的遭遇相差甚远？陕西意外挖出袁天罡墓，历经1400年至今无人赶到。当专家看到墓中的景象后惊呼，这才是真正的神仙。专家为何会这样说？在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中，帝王都对自己的陵墓有着极高的要求。武则天为打造独一无二的陵墓请来了袁天罡，但武则天对袁天罡并不完全信任，在暗中又找到李淳风共同选址。李淳风来到了陕西咸阳，他将一枚铜钱埋葬在此地。很巧的是，在李淳风离开不久后，袁天罡也选中了此地，他在此处插上了一只金钗，待到武则天派人前去查看时，发现袁天罡的金钗正好插在了铜钱的孔内。武则天随即派人对陵墓展开了修建，这便是迄今为止保存完好的乾陵，千百年来无人赶到。此时的两人也想到了自己，随后便开始着手为自己选择长眠之地。好巧不巧，这次两人在选址位置上又出现了重合。为避免争夺，两人在经过商议后决定各自向后退5里地。就这样，两人确定了自己的墓地，紧接着便是要修建墓穴。但令专家感到惊奇的是，袁天罡与李淳风同为唐朝的风水大师，可死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。李淳风的墓穴被盗墓贼挖得稀巴烂，然而袁天罡的墓穴历经1400年却依旧完好无损。明明两地相隔不远，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偏差？据说李淳风在去世前曾与袁天罡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多年后自己的墓穴可能会被盗掘。听闻此话的袁天罡心中暗想到，自己的墓葬与他的墓葬相距不远，会不会有着同样被盗掘的风险？就在此时，李淳风说了一句让袁天罡至死都没想明白的事情。他告诉袁天罡：“你不必担心，你的墓葬千年后也不会被盗掘。”但原因是为何？直到李淳风去世前一秒，他也没有给出答案。直到1979年，袁天罡的墓葬才被发现。在此之前，自隋唐故后的五代时期开始，此处一直都是朝廷所管辖的军事基地，每时每刻都有重兵把守。试问哪个盗墓贼敢在此地造死？所以他们只好将手伸到了李淳风的墓穴，将他的棺椁打开，取走了金银珠宝。当然了，正是因为袁天罡与李淳风当年的推理，才为如今的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依据。虽然目前看来只是猜测，但或许一切早有巧合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考古的进步以及更多古人墓葬的发现，隐藏千百年的历史将会重见天日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